妃来给一个月亮很棒。我帮我们给皇上念一首诗吧。可以啊。但是我又不太会。锄禾日当午。哎，你会吗？我不会。不会啊？那这样吧。喝酒光喝也没意思，对吧？玩个游戏，玩个游戏吧，好不好？玩什么？那个，我们玩那个棒子棒子鸡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吗？来来来，大家行酒令，好不好？这个不适合一起玩吧？就是两个人，两个人玩吧，好不好？两个谁跟谁玩？我跟你先吧。那我们两个人玩吧，预备，起！棒子棒子鸡，再见了，娜娜。来。起！棒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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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，我们俩一起玩吧。拜拜拜拜！宠妃脱不进。鸡吃鸡吃头，老虎吃鸡。皇上，宠妃不能走啊！对，起！皇上，皇上。我此刻不太想，我此刻不想。没有没有办法不想，皇上是不要做。来，你把他给我拖出去斩喽！拖不拖？你们俩都没拖不拖？要没有？皇上让我思考一下。不行，我拖吧。把他拖出去了。你过来，皇上要斩你。休想！那你有什么方法让皇上不斩你吗？我不会给皇上跳个舞的。那你怎么办？那你怎么办？我们俩一起为皇上念首诗。你别老跟我诗歌干上，我知道我这上面是个诗歌。锄禾日当午。吃饭。哎，我这次没做错吧？来。哎呀，我手抖，我不好接。你为什么会宠爱他呀？我要是在旁边我是你娘，我今天不是妃子，我今天是娘来着。这是我妈。啊哈！哦，你哦，他说要斩你，刚才大不敬，出去！快跟我妈说对不起！快斩了，我不想看见他还。斩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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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斩了！斩！斩我！斩！斩不斩？斩！斩还是不斩了？我想斩，斩！爹，那是皇上说的不斩，你想斩我吗？快，你赶紧说最后一句话。皇上，不如我俩跟你念首诗吧。我不想念诗。好，这样吧，都起来吧，每个人给我送一句祝福吧，好吧？好好好。我们先从我最尊敬的这一位啊，从我爹的时候就在辅佐啊，现在到我这一辈依然是老忠臣，依然是我朝中之栋梁，好吗？啊，送上一句祝福啊，七个字的好吗？七个字，嗯，七字五字都行。啊，远看长城，句句词儿。哎呀，不容易。哎呀。七个字的好吗？远看长城，句句词儿。远看长城，句句词儿。后面是什么？远看长城，句句词儿。后面是什么？近看长城，词儿句句。若把长城倒过来，上面不句句，下面句句。看我朝臣子多有文化，太有才了！我出去斩了。吃不吃？给皇上来给一张吃的。那我手抖，让妈妈回去休息吧。妈妈一晚上都刚抖。回家挑一段小苹果。不是这个，是小苹果。那是福利教。每个人来猜猜看自己是什么哈，你的是什么？吃东西。你的是什么？跳小苹果。不是，你跳了也没事儿啊。不跳小苹果。对，你的是什么？玩游戏啊。啊，行酒令。行酒令。啊，你的是什么？饶命。啊，对，求饶。好，今天你猜你是什么？肯定跟拿东西有关系。是。